这个片段其实是女主角的梦幻场景，里面有一个个案，因为妈妈受不了自己的小孩子过世，所以选择自杀这条路。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压力，因为她身为协调师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做到圆满，所以我特地请演员穿了黑色的衣服，在里面只有两位演员是穿白色衣服，就是自杀的妈妈跟死去的小孩。中途一群人打开了伞，在这一场大雨之中，余独选择不要撑伞，因为他觉得该负责的人是他，他必须要承受这所有的压力。